我们相信科技的本质在于服务人类。面对车辆空载率高、资源浪费严重、路面突发状况层出不穷的物流行业现状，智能与汽车的结合迫在眉睫。这一结合必定会将物流行业带入全新的时代。菜鸟无人驾驶解决方案融合多种传感器，通过精确定位、准确感知、及时判断路况信息，完成智能决策，驱动执行机构实现安全、稳定、高效的无人驾驶。在不断的技术迭代中，菜鸟多款无人驾驶车辆成功问世，并逐步在物流领域中投入应用。菜鸟联合一汽解放，将无人驾驶技术与智能卡车编队技术完美融合，推出无人驾驶卡车编队公路高铁。公路高铁以无人驾驶领航车辆为核心，车辆之间通过 V2V 通信技术交换车辆信息，最终实现整个车队无人驾驶。队内车辆通过 V2V 通信技术自动追随领航车辆路径变化，及时做出调整，完成避障、变道等驾驶操作。如有社会车辆插入车队，在感应雷达的帮助下，车队亦可调整车辆车距，并在社会车辆离开前后重新规划车队的车距。根据任务调整，编队内车辆亦可脱离编队独立行驶，待车辆脱离后，车队自动完成后续调整，保持前行。以智能科技为核心，引领物流变革。菜鸟ET物流实验室，一汽解放，开启公路高铁时代。